喂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，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目前的这个 supermarket 的情况。大家好，我是 Max， 今天呢我又来了第三天了，我就在这个 PJ 就是 State 那里那个 KK超市啦，今日咧个情况都系一样，冇转变，亦都系一样，无人，静悠悠，乌蝇都唔多几个。依家咧就啱啱睇到靠车嗰度咧就有一个人啫，啊冇其他嘅顾客，情况都未有转变。你看看那個 cashier 都沒有生意，坐在那裡可以黑眼瞓，可以睡覺了，真的人影都不多一個，貓都沒有多一隻，現在慘不？你說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的話，遲早都不知道會不會執笠了，真的，唉，真的該會了，真的好惨啊，好惨啊！依间超市，啊，呢度，亦都有多一个人入咗嚟，只不过咧唔系嗰啲，系一个印度人。OK 咯，睇下先。不过咧，我而家就发现到啦，都系有。有馬來同胞在這裡買東西，即是說不是所有的人都說一味這樣啊，無啦啦這樣去 boycott 啦，去什麼啦，你看到沒有，都是有客人的，都不錯下啦，生意都不錯喎，這間 at least 我都看到 有人進來買東西啦。Rubber? Okay, 今日幫襯你咗啦，嗱，依度俾六扣八 ，OK。